综艺盛宴全新呈现，这里有最动听的歌曲与您经典面对面，这里有最吸引眼球的绝活，让您大开眼界。每周四晚21点，综艺盛典与您准时相见。欢迎大家收看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婚庆珠宝鸳鸯金楼独家冠名的综艺盛典《鸳鸯金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做电视22年了，第一次从带帘的电视机里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都是电视人，你家电视谁做主？这个电视人的概念不是指我们做电视的人，包括正在收看电视的您。今天别看啊，其实这个很有年代感啊，很有收藏价值。谁家现在要是还有一台这样的电视，还是值得收藏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从这样一个古老的电视里面走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做好准备，擦亮眼睛，接下来的90分钟可能都是您心目中最温暖的、最独特的电视记忆。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嘉宾。韩老师好，掌声送给我们中央电视台著名的体育节目主持人韩乔生老师。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大家好，现在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大演播厅，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哎，怎么我到这儿来了？您回头看，看到这样的一台电视机。哎，那一大门，我从电视机里出来了。哦，你刚才一直觉得是大门。哦，对啊，我觉得大门，我是昂首阔步就往前走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电视，其实您家电视谁做主呢？我们家电视轮流做主。主持人永远不说真话，不啊，这永远说实话。就那谁相对轮流的时候做主的时间更长一些呢？是您还是您太太还是您的爸爸妈妈还是您的孩子？那肯定是相对来讲是老人为主，当然我太太也看。那如果韩老师今天啊忘记您这35年的职业生涯，把自己作为一名普通的观众，如果现在有遥控器，您先说，我再给您，因为一点它就会出来。您最喜欢看什么节目？想看什么节目？对我来讲，其实非常喜欢看的还是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就是体育赛事。您是职业的体育主持人，但是您的生活中还是喜欢看体育频道。喜欢看体育频道是融为一体的，是这样。那这么多体育赛事里面，您最喜欢如果排第一的？那我现在要说的话就没悬念了，是吧？应该还是遥控器到我。来，是吧？女士们、先生们，大家看到一场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什么样的比赛呢？对，这场比赛在去年引起了全球普遍关注，160多家电视台进行实况直播。哇！两位选手出场费高达1亿美元。哇！被称作是上亿元的精彩 PK， 而且整个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球10亿以上的电视观众。它是什么呢？对，大家一起共同看，哇，精彩的拳击大赛。所以韩乔老师，拳击是您最喜欢的是吗？哎，是这样的。来，小伙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靳敦顺，今年22岁，来自陕西西安。职业拳击选手吗？对，我现在与西安王者俱乐部。多少公斤级？55公斤。拿过什么样的最好成绩？全国少年赛冠军、青年赛冠军。拳龄有多久了？12年。掌声送给他。小靳啊，小靳。怎么了？修一下遥控器，遥控器坏了。啊！您刚才这个铺垫了那么久啊，1亿多的金额，10亿人的关注啊，
160家电视台的直播，然后他出来了。那怎么了？因为那场比赛是著名的美国漂亮男孩梅威瑟和菲律宾的选手帕奎奥的比赛，但是你怎么能够就不能保证说他今后不会成为帕奎奥，不会成为梅威瑟呢？我们中国主要是大力发展这样的选手，明天一定会产生啊！而且你是他小小年龄刚刚22岁，就已经获得全国少年、全国青年冠军，而且他现在不光自己作为一个职业拳击手，自己打了很多的比赛，他的手下还有几十号学员呢。明白了，长时间在他手下一起跟他学拳呢，就有30多位啊。韩晓老师，您说服我了，我的视野太窄，必须要看长远，他是潜力股。但是韩老师，您看刚才啊，圆了您的一个心愿，你喜欢拳击比赛，小静呢也有一个心愿，想在这个舞台上，你来说出来，你今天登台，我知道你是冲着韩乔老师来的，对吧？你有什么心愿？我平常看那个电视的时候，我特别，在电视上我经常看见那个韩老师，那然后在那个面前，我就感觉有点特别的荣幸，啊，所以我要今天想和韩老师打一场。你瞧你笑的，太夸张了。怎么打？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为每一位嘉宾准备了80万的保险。这是一个全新的规则，这是一个全新的规则。80万的奖金。对。你想有兴趣参加吗？可以，80万还是可以的。是另外一种特殊的挑战。来，上道具。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挑战，我们圆我们的职业拳击手的梦想，和职业的体育解说员韩乔老师有一个亲切的接触。这是两个平衡球，双方站在这个球上面，60秒钟的时间相互击打，谁掉下来的次数最多谁算输。如果谁击打对方成功的话，最终将可以获得由鸳鸯镜楼提供的金饰品一份。这是一场真正的比赛。韩乔老师戴着眼镜，就对你提个要求，不准打脸。各就各位，请登台，60秒钟计时开始。一次，好，归位。韩乔老师怎么不出拳呢？我觉得你像在……好，3-1，继续。4-2，5-3，啊，4-4平。5-5，最后10秒，6-6，10、9、8、7、6，好，最后5秒，这次啊，谁先？这次60秒钟之内你们打成平手，这次咱们站定以后，韩乔老师，您的脚就别迈过去了，然后。双方同时出拳，谁先离开这个平衡球，谁算失利。女士们、先生们，这是加时赛，最后一击，来，3-2-1，开始。来，我们请送上小礼物。这个凯院长真是宣布结果了。因为这小伙子还是对我手下留情，他不出拳打我，没错，人家就等着我打，我还这么费劲。哎，这样好不好？这个礼物啊，韩乔老师，您把这个礼物送给小静好不好？对，必须给小伙子。本节目奖品是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婚庆珠宝鸳鸯金楼独家提供。好，我们金晨小伙子22岁，未婚，大家一看送这个啊，鸳鸯金楼，哇，一个大金楼，而且鸳鸯一对儿。在这里呢，也衷心祝愿我们金晨小伙子越来越好，前程似锦。好，祝福你。
加油，金晨，为了中国拳击事业。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您家电视谁做主，平时咱们在 CCTV 5看韩老师看的最多，今天他来到的是我们的综艺频道，我们要请韩乔老师给大家展示他另外一面艺术才华的方面，大家说好不好？今天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这样，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蒋大为的站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好，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现场听韩乔老师唱歌，哦，他的嗓音真的很亮啊，就是节奏，有点像他的拳击比赛。不过这毕竟是综艺频道，我们是感受到的他的才华。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欣赏好作品、感受好人品的综艺盛典。我们的下一位嘉宾，你在哪里？你们一出现，那个电视机的那个 CCTV 那个应该，他们看电视应该左脚右脚，那个咱们的台标。左边吧。左边。左边就应该变成了 CCTV 少儿。欢迎果果泡泡，我们果果绿泡泡是电视上的好搭档，生活中的好伴侣。刚才那位大哥，您可以大声说出来，生活中的。这位大哥一看就看得出来你是看他们节目长大的。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聊电视，电视人聊电视会不会很无聊？不会不会，可以滔滔不绝聊个三天三夜吧。不是，嘉明哥，是这样，就是我这辈子要是没搞电视的话有点亏。怎么讲？因为我对电视这个感情啊，不是因为我当了主持人我这么说，从小我这看电视这个瘾呢就特别的大，而且直到现在我们家有一特点，只要我在，
除了我睡着进深度睡眠的时候，基本上电视都是伴随式的，都要开着的。哎，现在还好一些。那个时候前两年，因为现在身体不是很好。谁身体不好？没有，现在是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嘛，对不对？生活规律了。养生了。原来时候，哎呀，真的是要。都是雪花的时候，他才关电视。真的假的？我听说过，你就是这样的人吗？有人说他就要听到那个电视的那个雪花声，他才能睡着。对，他才能睡着。泡泡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人。那时候玩一招什么呢？叫电视机有一功能叫那个定时嘛，定时关机嘛。我马上要睡着的时候，他必须得听见电视的声音。定一个30分钟。对。哎呀，全国观众。哦，你在临睡那一刹那还要再定30分钟催眠哦。全国观众都像我这样，我们还为收视率发愁什么呀？对不对？而且他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习惯。跟我说的，小时候2集《西游记》一碗米饭。怎么讲？再说一遍。2集《西游记》一碗米饭。2集《西游记》一碗米饭。对。就是吃饭慢。第一是吃饭慢，第二是比较必须要看电视才能把饭吃下去。就是说你看西游记的时候，你吃的米饭你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吃的。差不多，反正没准吃进去还在嘴里绕一绕，对，再吐出来。那是牛。聊到现在，果果，我现在开始同情你了啊。我本来有一个问题想问，后来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本来想问你们两口子家里，你们家电视谁做主？大家觉得还用问吗？啊，就肯定就他就属于霸占了那个遥控器的人，对吧？反正基本就是在家，我就自己玩手机，他基本就是在看电视。这样，果果，哥今天给你撑个腰啊。这台带帘的电视，哎，今天你遥控。反正你做好心理准备啊。啊。韩乔老师刚才摇出一对手。但是今天说定了，是你来做主，好不好？好。哎，哇，太好了，终于。轮到我能拿到这个遥控器了。对吧？平时你还是就是你遇到特别爱看的时候，我还让没有没有，基本都是在让你，好不好？啊，真的吗？对，今天轮到我了。太好了，既然是这个少儿节目主持人，当然要看少儿节目了。哎呀，真是爱自己的职业啊！I got this feeling inside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Off from my city, off from my home. 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Whoa! Whoa! 太棒了！哎，我们上个节目就是不一样。是不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青春活力？好像这是你的节目一样。少儿频道还允许我说话吗？哎，来，有请四位小朋友，你们是为谁而来？红果果，绿泡泡。你们今天来有什么心愿吗？谁来说？跟红果果、绿泡泡玩一个叫《蹦蹦秤纸》的游戏。什么？不太懂哎，什么叫蹦蹦？跟着孩子的思维啊，你们来到北京，就是想跟他们来玩一个游戏。嗯啊，不过也不错啊，他们本身在智慧树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做游戏。对对对对对。什么游戏？能不能给我们？叫什么？蹦蹦 change。蹦蹦 change， 就是要交换什么东西是吗？蹦蹦 change 啊，英文的变化啊。哦，这个意思。那怎么玩的呢？因为我没听说过这个游戏啊。其实很简单，我来示范一遍你们就知道了。啊，好，你来给我们来。这是你们常玩的游戏是吗？好，来。怎么玩？蹦蹦 change， 蹦蹦 change， 蹦蹦 change， 蹦蹦 change。哦，明白了。啊，就是换捏鼻子和捏耳朵交换位置呗。但是是左手，第一个动作慢一点，慢一点，分解慢动作，分解哈。左手右耳，右手捏鼻子。然后再换一下交替然后按照这个节奏越来越快谁错了错的则被淘汰谁出局对吧这个应该挺简单的吧我感觉应该还可以啊、就是、哦刚才果果有要求说要玩这个游戏呢就要进入我们少儿频道的氛围对不对来对
好吧，一般我们主持少儿节目的时候呢，一定要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互动。对。啊，电视机前小朋友们还坐着干什么？赶快找出哎蓝色的手套和红色的手套各一副戴上，和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一起来准备好。这样，你们俩能不能先带动一下观众一起来玩？好啊，好，好不好？我们把画面摄像机对准我们的观众，大家一起来。现场就厉害了，观众平均年龄达到了18周岁啊！我们大家一起举起手。就跟我们一起来喊这口号，一起来玩好吗？挑战一下。第一步是，哎，第一次是右手捏着鼻子，然后左手摸耳朵，好吗？来，预备，开始。蹦蹦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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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高手，我。高手，我一直关注着这位戴眼镜的男观众，我能看到他的全过程，他到最后就蹦蹦，露出鼻子，好有个性。刚才那个说那个，那也是也是你。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全场一起来，来导演来记啊，来我们也邀请观众一起来参加好不好？来，我们先慢点啊，先慢点啊，对，来，不要上来就把我们淘汰掉。果果，你来起头。啊，预备啊，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蹦蹦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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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亲。出局，好，阿姨，我又错了吗？阿姨，我哪次？绿泡泡，你现在可以来当评委了。来，我们到这边来，准备，三、二、一，开始。蹦蹦圈，蹦蹦圈，蹦蹦圈，蹦蹦。这是淘汰制，好累啊，好累、啊、请准备开始，加速。中间的这位小姑娘，你已经摸脖子了，来，来，三二一，开始。哦，对不起，预备，开始，加油，哦，加油，红果果主动放弃，冠军就是中间这位小伙。小伙子厉害啊！哎呦，我天哪！祝贺，耶！大家都表现不错啊。不是，我觉得他们跳街舞的小朋友还是有优势，因为他们平时那个动作就是特别帅。没错，哎，其实果果你状态不错，你最后为什么就放弃了呢？已经没有力气了。但是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这位小伙，如果大家看电视回来，请向前一步。如果大家看电视回看，你们会很感动的。为什么？我们要求的是摸鼻子摸耳朵。他每次打脸，每次打一次就打了自己的脸，好疼，太投入了。来，果果泡泡给小朋友送一份礼物，好不好？好。
掌声送给他们。来，接下来我们有请果果泡泡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节目还是邀请刚才那几位小朋友给我们伴舞。对，远道而来真的是很感动。嗯，还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表演啊，来唱一首《青春修炼手册》。掌声有请。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擦亮，换上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回想长大多好，有些事情却只能想想。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向明天对不起，向青春不客气，一路有你，除了斗志无限动力。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展开修炼成功的秘籍。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好，马上进入我们节目一个精彩的板块，大开眼界。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综艺盛典，拿起手中的遥控器，我们来认识今晚的下一位嘉宾。欢迎江涛。朋友们大家好。哇哦，什么感觉？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从带帘的电视机里面钻出来？这是我小的时候看那黑白的九寸电视的时候那种感觉。那是哪一年的事儿？那得八十年代了。九寸应该还是黑白的，对不对？没错，九寸黑白的，而且还都是跟那个左邻右舍的在一起看。哎，现在在你家里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家的电视谁做主？我们家的电视啊。对，就是谁平时掌握着？我们家有三条小狗，老大乖乖，老二宝宝，老三呢叫莎莎。所以他们做主。真的假的？真的真的。你养的小狗他们自己会？不是开玩笑。真的不是开玩笑。我们家那个乖乖和莎莎，老大老三不但会控制遥控器，而且还会唱歌。我在家唱歌练声的时候，或者我吹萨克斯的时候，他们都会跟着一起唱合唱。唱和声。对。那平时他会是怎么？他会是拿一个你放在这个茶几上面？对啊，他看我按吧。我坐在沙发上看嘛，看完了以后，我把遥控器放在那儿。他也把爪子伸出来。真的是这样，很熟练，啊。所以这么说的话，今天你拿着这个遥控器，反而是挺新鲜的，因为在家里你没有这个权利。对，他经常，你还别说，他经常会按到那个我愿意看的频道，像什么五频道的什么拳击比赛，足球，包括咱们综艺盛典。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真的把我按出来了。他会按出来？你信吗？啊，对呀。哎，那他把我按出来了。他按出来以后，冲电视叫啊！他一看怎么电视里边一个我，他旁边站着一个我。他会有这个感觉、啊。叫，对对，把我们给乐的。那今天你手里有遥控板的话，如果让你选择节目的话，你会选择什么？让我选择的话，那当然我要选择综艺盛典啦。这样太客套了，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但是综艺盛典90分钟的节目内容这么多，如果要选择一个板块的话，那我就选择我最近特别关注的咱们综艺盛典的一个新的板块。哪一个？就叫做经典面对面。咱们就看这个好不好？哦，有效果了。江涛，你看有吗？在这个环节谁会出现？经典面对面。真的出来了。欢迎贺翔。好帅啊。好久没见。好久没见了。越来越帅了。哥，哥，拥抱。哥，你把我按出来了。我把你最好。我们俩最好。没错，这个经典面对面的这个环节现在很多观众很喜欢。为什么呢？我们邀请我们优秀的歌手相互唱对方的经典歌曲。比如说贺翔一出场毫无疑问，对吧？我们观众怎么看？九妹、哎、那你最喜欢江涛的哪一首成名曲代表作？我其实应该喜欢他唱的那个风中的眼睛，其实我喜欢。我还喜欢那个丁香一样的女孩，那个啊，雨巷。雨巷，雨巷是我最喜欢的。戴望舒的一首诗改编的。对对，那你要翻唱这个吗？啊，不，对，但我翻唱肯定要翻唱大江南北的最火的你的那个歌。哪首歌？愚公移山，对不对？这还有挑战这个。哇，哎呀，那贺翔唱愚公移山，对，江涛唱九妹、哎，这个想象空间很丰富啊。哎，我也不敢想，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没尝试过，因为贺翔的歌他很细腻，而且他的九妹唱的很甜很腻，你能明白吗？很腻。九妹漂亮的妹妹，对，很甜很腻。对，因为其实当时我录完这个歌，我也忘了我怎么唱出来，因为我其实自己的风格不是那样的。哦，那是我唱片公司的我们的制作人，他是一句一句抠成那样的。抠完了以后，当我在自然唱的时候，我就不会了，真的。好，不过贺翔他说
听你的九妹很甜很腻，你用一句什么话来形容她的愚公移山当初带给你的感觉？她是很刚很硬啊，对不对？刚很硬啊。那今天我们俩这是要我要变成那个，你要变成很甜很腻，啊、我要变成妹。谁先来？那我先来吧。哥先来，以柔克刚。你手里遥控器，你先来好吧？哥先来，哥来，掌声有请江涛。带来贺翔的代表作《九妹》。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九妹九妹，心中的九妹。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画中是遍山的红桃花，蓝蓝的天和那青青篱笆，花瓣飘落你身下。画中呀，是不是你的家？朵朵白云染红霞，哥哥心中的九妹，你知道吗？是我心中那一幅画。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漂亮的妹妹。九妹九妹，心中的九妹，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九妹九妹，心中的九妹，九妹九妹，心中的九妹。真的是，真的太棒了！其实我是想尽量模仿贺翔在他表演当中的一些动作。没有没有，因为贺翔呢，他有个特点，他演出呢，在他的音乐间奏当中，包括他的唱当中，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特别严谨，特别细腻，在间奏当中他都会设计动作。但是您刚才那个，我刚才发挥了，发挥了。我刚才我想脱下西装了，你知道吧？他会把西装突然脱下来，啪往这样一背，咔嚓嚓嚓嚓，他会来这个。但是我觉得他比我的帅，你真的，你这做的动作比我的帅，真的。我觉得江涛首先啊，真是做足了功课，没想到你是全方位的展示。来，但是你最有发言权，听了他唱《九妹》之后的感受。是这么着，我这一点都不夸张。假如说当年您先唱了这个歌，
就是你这个版本，一定是。哎，因为当时那个小孩他写这个歌的时候，他录了一个 demo， 就是涛哥这种声线的。哦，他说你一定要这么唱，九妹九妹，就是涛哥这种比较厚的这种声线。你当时听 demo 就是这种风格的。对，然后我们的制作人我说这个不是我的，他写的是那样。他说不，咱们一定要反着唱。要甜要腻。其实应该是这样，原来的那个写作的那个人，他是要的你这个范儿了。其实唱成粗犷的以后呢，就没有那个甜和腻了，对吧？把姑娘就吓跑了。没错，把九妹吓跑了，这歌就火不了。但是涛哥这个版本，他也没有是很野蛮，也没有。他虽然因为他的音色里面透着男人劲儿嘛，是吧？没错，他把这个歌唱的，我觉得更别出心裁。而且我爱听他的版本，他很有粗犷味，还有点调皮的感觉。是是是是，哎，调诙谐，这种调皮的感觉女孩也喜欢。啊，特别的是你这个舞蹈，这个舞蹈我可不会做，我演出时候可没有这么做，我真的，哇，真的很棒，很棒。现在聊到这里，让我非常期待，那紧接着大家要听到的会是又甜又腻的《愚公移山》那怎么干活啊？这个啊？贺翔做功课没有？这个我因为我功课没我哥做的足，但是我也不敢懈怠，我也是研究了一下他的这个他的一招一式，但是我呢要稍微的改良皇室一下一点点。你这样，对，先做一个预告，你希望大家待会儿在你的歌声中听到什么样的感觉？好，愚公移山，黄贺翔版。就是我先唱两句是吗？不，就是你希望先做一个预告描述。好，让我们有兴趣。我希望大家在里边听出，这个不是甜腻的味道，嗯哼，是九妹的味道，巧克力的味道。哦，巧克力的味道。你看，巧克力它并不甜腻，但是它有一点点甜味，但是它有营养，它还有一点点苦。完了呢，它是老少皆宜的，对，男人女人都喜欢吃的。嗯，巧克力味的鱼，巧克力山，巧克力味道的。来，掌声有请黄鹤翔，现在就唱，现在就唱。好嘞 ，OK。这就是皇室动作。望望头上天外天，走走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哦，了却那心中祈愿。是气温，讲起来是笑谈，任凭那扁担把脊背压弯，任凭那脚板把木屐磨穿，面对着万物与太行，凭这是一生孤单，讲起来不是那气温，谈起来不是啊笑谈。望望头上天外天，走走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哦，了却了心中祈愿。脊背压弯，任凭那脚板儿把木屐磨穿，面对着万物与太行，凭这是一身肝胆，讲起来不是那气温，谈起来不是
笑谈。别动，别动，别动，暂停，那边来，最帅的动作啊！1、2、3，来，掌声送给黄鹤翔！哇，涛哥怎么样？涛哥的音乐真的是，他是刚柔并济的，你光用甜和腻是不足以表达的，但是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是刚，他肯定没有味道。没错，你听。其实贺翔刚才唱《愚公移山》的时候，大家能听出来，在高音的部分，那个转音非常灵活。天外天，这个没，这没有点戏曲功底。因为贺翔我知道他黄，他这个豫剧唱得很好。什么感觉，江涛？你最有发言。我觉得我可以，那么以后咱俩可以换一换，换一换，我唱唱九妹，你唱唱。对对对，以后别人再演出啊，江涛。这次来你得唱九妹啊，黄翔，你不能唱九妹，这次必须唱《愚公移山》。大家看啊，贺翔唱完这首歌，现在我已经近距离能感觉到他这个微微发汗。对，你猜我听完这两首歌，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最感动的地方是，你们俩都把这首歌当成自己的歌在唱，你们丝毫没有觉得哦这是他的成名曲，我今天只是在演绎，都非常非常的投入。是的，是的。而且贺翔的那个台风，你不知道，你在唱的时候，你每一个动作，没错，他说哎呀，哎呀，你看你这，哎呀，你这啊，主要是我哥他这个版本比较适合舞台的表现，嗯、对吧？贺翔的表演，对，刚才我说了，他在舞台上是真的是做到精益求精，职业风范，没错。他在每一个音符、每一拍节奏当中，他都不会懈怠，没错，这是值得每一个艺人。我以很早以前我就说过，很多我说应该向他学习。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歌手会在间奏当中把这个气、把这个精神哎卸下来，给卸下来，嗯，哎，来回溜达，那下松下来，哎，唱的时候又进入状态。他不是，他没有一秒。哎，他今天但是就没有把西装脱下来，这个这个不太适合脱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两位嘉宾唱了对方的成名曲代表作，经典面对面。最后压轴的环节，也是我们综艺盛典压轴的环节，是他们两人要在这个舞台上同唱一首歌。那个无论是又甜又腻，无论是又刚又烈，无论是巧克力还是小西服，我们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融合，大家说好不好？选一首歌吧，好兄弟，选一首歌。兄弟情，兄弟情，朋友情，朋友情，朋友怎么样？朋友怎么样？朋友可以啊，朋友可以吧？哪个朋友？朋友啊，朋友，哦这个、你歌词听听这个。哦、朋友啊，哎、贺翔的声音，贺翔的声音让我想起很早以前，有个叫周峰的。周峰对、啊，周峰其实是首唱这个歌的。对对，他是首唱这个歌。对，他的声音特别细腻抓的。怎么样？啊、我们非常我就来个粗犷的。好对对对对对啊，来，掌声有请江涛、黄鹤翔，朋友。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享受幸福。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综艺盛典，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电视，您家的电视谁做主？他做主，但是更为关键的是谁手中握着这个遥控器。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欢迎卓林老师。嘉宾好，嘉宾好。你好卓林老师。好久没见。今天真帅呀、啊！帅吗？嗯。哎呦，那是跟你比，话不是跟你比就不帅。其实我刚才啊有点困惑，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您家电视谁做主？但是因为我一想到您又是军人身份，好像跟电视会不会？没关系，因为我们家都是军人，我爱人也当兵，我女儿也当兵。哇，军人世家。是我们家，所以说。你要问说家里的电视谁做主？这个问我了，那个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在我们家什么事儿我都不做主。不仅仅是电视的问题、啊，说出了多少男人的心里话。是，因为好容易在家，我在家的时间不多，如果在家的时候呢，全家一起看电视，还是仅他们为主，啊，我呢。偶尔要真是有我喜欢看的足球啊也好，拳击也好、啊，那怎么办呢？或者我特别喜爱的节目，我就跟他们提前先声明好，我说你们前面愿意怎么看怎么看啊，到几点几分那个时候是我的时间啊，你们让着我点儿。那万一都是军人这个出身，都挺有个性，那不让怎么办呢？不让他还是最后还是我让。今天都有这个权利来的嘉宾，有哈，就来到综艺盛典啊，这台电视您说了算，真的啊，哎呦，头一回在家没这权利，不瞒你说，在部队的时候也没这权利，因为当兵的时候在部队呢，基本这遥控器啊都在通讯员，都在那个文书手里，在文书手里，对，一般的情况下。你要想看电视，你得等到点儿了，人家通讯员来，文书来，到那点儿才让你看呢。再一个呢，有山东兵，啊，人家愿听吕剧；河南战士爱听豫剧；陕西的爱听秦腔。那怎么办呢？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就打起来了，就不行，要看这个，要看那个。这个里边还有很重要的思想工作哦，哎，所以说这个遥控器呀。特别特别重要。今天在家虽然没有权利，嘉明在中央电视台是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给我这权利，我太荣幸。到底看什么节目，我也不知道今天在座的观众喜欢看什么节目，这个权利还是给观众朋友比较好。那您的意思是我交给一观众，哎，他让您做什么您就做什么，他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女孩子，她让我做什么，我更爱做什么。观众说做个互动，想跟您做个游戏，做互动啊，可以啊，就是做刚才那个蹦蹦 change， 可以啊，要做互动那没问题，谁要互动谁获胜了，这个遥控器这个权利就交给谁，嘉明你看怎么样？哎，我觉得好，要不然我们邀请观众登台，哎，来做一个游戏好不好？哎，咱们做个游戏呗，青蛙过河，青蛙蛤蟆过河。也可以吧，啊，青蛙过河，五位来玩，来，我们两位女观众，两位男观众，来呀，来了，哪位来？来来来，戴眼镜那来来来，那位姑娘过来，有鸳鸯金楼的金世平，来这位，来个大姐大哥的都行啊，来，我们往后退一点点，那个卓林老师啊，嘉明，那个我这样。我明白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五个人谁获胜
最后这个遥控器的权利就交给谁，对吧？没错。那我能提个要求吗？你有什么想法？我能跟戴眼镜这姑娘换一下吗？为什么？因为她这个最简单了，是吧？她头一句一只蛤蟆，啊，那到多少？两只蛤蟆，三只蛤蟆，就是数蛤蟆就完了。那你是规则不清楚了。那怎么了？你看，我们重新来演练一次啊，来。一只蛤蟆。啊，对呀、啊。两只嘴。两张嘴。啊。一只蛤蟆，一张嘴。姐姐，一只蛤蟆，一张嘴。我倒紧张了。一只蛤蟆，一只。其实不是每次都从他这开始啊，就是五，就是我们轮换着来，是吧？对。哎呀，这个难度比较大，来吧，来开始。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跳下水。三只蛤蟆，三个嘴，四只眼、啊、我也糊涂了，怪兽出来了。三只蛤蟆，四只眼，这个蛤蟆真可怕，很遗憾。来，掌声鼓励一下。来，您这边从三只蛤蟆开始了。三只蛤蟆，三张嘴。来，三张嘴，四，啊，三张嘴，三只蛤蟆，三张嘴，不用你重复我的话，五四三，三张嘴完了以后呢，一只眼睛，十二条腿，四只蛤蟆，扑通扑通的，我以为光是蛤蟆呢，谢谢，就那个大姐就不管扑通扑通的事儿了，你马上扑通一下吧。来，掌声鼓励一下啊！好，谢谢。来，哇，哎呀，没想到两个实力最强的先下去了。没错，像我这最差的还在那混呢，你知道？我更命，我这命好啊！但是，九林老师啊，我悄悄祝贺你啊！啊，我觉得你今儿这遥控器送不出去，送出去是吗？我好好努力啊！增加难度对吧？头一回，四只蛤蟆开始了啊！三位。开始，好。四只蛤蟆，四张嘴，八只眼睛，一样的。十六条腿，五只蛤蟆，五张嘴，啊？扑通。啊，对，我还算这四只蛤蟆完了，该五只蛤蟆，哦，忘了扑通了呢。你现在可以把这个遥控器暂时请阿姨保管了。哎呀，遥控器肯定就是你们两位中间的一位了。哎、两个人呢，从一只开始啊，决胜局啊。这阿姨您先来，好，准备。阿姨，阿姨，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直接就是，三十六只眼睛，完了你就让他猜就完了，他直接就下去了。你就来这一句，三十六只眼睛，那这怎么回事？三只蛤蟆。别三条，就三只蛤蟆。你就三只嘴。三只蛤蟆，六个眼睛。十六条腿。十二条腿，三只蛤蟆，十二条腿。错了，那我错了。他错了，你看，掌声送给阿姨。好，我说人家阿姨是数学老师嘛，你看，对，您登台的时候，对呀，昨天老师就说，一看就是数学老师。对呀，掌声送给阿姨啊！哎呀，你看，真棒，真棒，那大不行，这功劳是您的，是吧？阿姨啊，您平时这么开心，肯定爱看相声对吧？对啊。哎，哦，喜欢看相声。现在遥控器在您手里了。对。卓林老师，哎，那就来一个相声吧。那您就用遥控器，给全国的观众点播一段相声，怎么样？好的。咱们一起欣赏一下，好不好？好。好。我想看相声。你看来了，厉害了，好，您好阿姨，你好，你看你好阿姨，见着了，厉害吧？你一遥控，你看来俩活的，啊，把遥控器拿起来，明儿想看对家电视摁一下，我们俩也出来，好吗？来，掌声有请金飞、陈曦，好，谢谢，感谢您热情的掌声啊，好，来到这综艺盛典啊。刚才阿姨点了一段相声，真是站着给您说一段、啊、相声是中国传统艺术、您是相声演员啊？对，
有一相声演员好哦，是不是？平时工作很清闲，哎，往这一站谁不可怜？哎，我们是要饭的，往这一站，掌声连连，大伙儿鼓掌那是爱心。你看这掌声多热烈！谢谢您，我跟您就比不了，就不争不争。哦，您是做什么工作呢？我呀，啊，我的工作不好意思说，我不是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张不开嘴。您大大方方的，这让说吗？啊，让说呀。那我跟大伙儿说说，哎。我呀，我这看你怎么了你？你什么毛病？我的工作太差了。您说说。我呀，一天到晚到处跑哦，一日三餐还吃不饱哟，一年就挣几千万啊，他们管我都叫导。导导演。哎呦妈呦，您是导演？导演，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你在那声喊那个，声喊什么？就是开始，就是您吗？导演，哎呀，多少年我都没见着导演了，您好，哎呀，真的。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你干嘛这？不是要咬您呢，我见您激动啊。干嘛呀？这就是那个，哎，您平常拍戏吗？拍呀，电影电视剧都拍呀。您拍过好多作品，我的作品大伙都看过。哦，前两天有一个电影啊，特别火，那叫《摔炮》，你看没？摔炮看过没有？没有，我看过拉炮、擦炮、二踢脚、麻雷子、窜天猴。你这是你在哪看的？你是我过年趴窗台看的。哦，我什么叫电影摔炮？你没看？人家那叫老炮，我跟他这不一样。嗯，我这比他这好，给他摔过去，摔炮，摔过去。哎，还拍过电视剧。哦，电视剧，大型古装电视连续剧。哦，宫廷秘史看过吗？没有，你看看这戏你都没看过吗？马上我们这个剧组就开机，第二部《宫廷秘史》就开始了。嗯，所以说这次来到咱们综艺盛典，我是有任务的。嗯，我发现是咱这演员的特别好。嗯，有合适的演员呢，导演的观众可以给我推荐参加我那个戏的拍摄。哎，别，马上就，哎，不是，您马上开机了？马上就开机了，别找别人了。怎么了？我爸。谁？我爸。你爸岁数太大了吧？谁爸呀？你爸吗？你们我爸，你说的大伙都听见了。不是我本人。你不成，你让大伙看这形象，你能演什么呀？就你这形象，我们这里面没有土豆的角色又。哎呀，别这么说话呀！啊，我从小就想拍戏，再说现在拍戏赚钱呢。不是赚钱，你的形象不成啊！您带带我呀！咱演一个什么呢？啊，演一个大伙比较熟悉的桥段吧。好。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较火的古装电视连续剧啊，叫《半月板》，你看过没有？半月板，嗯，我倒看过腰间盘。我在那个专科医院拍了好些片子，我这边稍微骨头还出来一块。你有病是吗？你有病是吗？怎么了？腰间盘像话吗？什么叫半月板呢？电视连续剧半月板吗？孙俪演的个半月板，孙俪演了个磕膝盖啊，啊，演了个锁了盖。是戏的电视剧《芈月传》，我的导演。什么？《芈月传》。芈月传。我的天哪！半月板。《芈月传》，多音字儿。不是，人家就叫《芈月传》。这戏你看没看过？我没时间看。那这样吧，我简单给你介绍个桥段吧。好好好，大伙儿比较熟悉的桥段。哎，好吧。我呢，我跟你配合一下。嗯，我演秦王。秦王。你就演芈月芈八子。我是八子，八子，好，好吧，哎，时间地点呢，在深夜的宣誓殿，你来找我。哦，就是你在宿舍等着我。我皇上，我住宿舍里头是吗？不是，你不是寝室殿吗？宣誓殿。哦，宣誓殿。皇上待的地儿，亲王。哦，你来找我，好吧？行，好嘞。这样，我给你简单的化一化妆。哦，我这平时我都带着道具，你来，咱简单的化一化妆。不是，你这还用带道具？分一下角色，你演八子，咱俩得不一样。哦，行。我跟您说，我这不打扮不漂亮，一打扮出来美极了。是你这发型太短，我看见，你好像戴反了。怎么样，我这个？你看你真是这模样，哪儿的坟炸了给你蹦出来了，这是不都你给我捯饬的吗？有点意思啊。记住，哎，你是芈月芈八子，我是秦王。好，时间地点半夜的这个宣誓殿，你来找我啊。我是那个八子，八子来找我。我是皇上啊，我是皇上。参见大王。哎，啊，唐僧师徒已经到了哪儿了？他们已经过了车迟国了。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到时候分你两块骨头尝着会行。谢谢大王。
点妖精，点妖精，不是你不是让参见大王？大王，这个时候就不要起哄了，不是大王是大王，哦、大王叫我来巡山，还是妖精，还是妖精，是到参见大王就完了，行行，参见大王，要了命了，这是表演女人啊，啊女生的美，来，哎，参见大王，嗯。哎呦，你就别管我这模样了，行不行啊？恶心的，哎，嗯，爱妃平身，深夜来找寡人有何事情？嗯，没事儿，我就是过来溜达溜达。你是神经，你让大伙听听，有大半夜没事敲门告诉没事的吗？我过来查查岗。你查什么岗？有事儿，有事儿。我知什么事儿啊？就这么一句台词啊，啊，就是。楚国陪嫁来的书简、嗯、臣妾已经整理完毕啊，楚国陪嫁来的，行了，我明白吗？就这明白明白、哎、你比较勤快、啊、好嘞好嘞，是不是？问你，你会吹那个，他个电视剧里边有个乐器叫排箫，你会不会？啥排箫？排箫我不会，但是我会一种乐器。你会什么乐器？这个你会吹山药？这是山药吗？这是这是什么呀？这树笛儿。行，你就拿这代替一下。哎，一会儿呢，咱们开始以后，连着你那句词儿，你再吹一段这个，咱就完毕。大伙儿鼓掌，我带你拍戏。行，好不好？我这主要听我这个。没问题。好嘞，到时候你一上电视，电视台一播火了，你就。我告诉你，我这童子功从小就练。来吧，来来来啊，准备、啊。好，开始，认真一点啊，来。哎，参见大王。哎，爱妃平身，深夜来找寡人有何事情？楚国进贡陪嫁过来的书简、嗯、臣妾已经整理完毕。哎，爱妃辛苦了。 Thank you very much。 怎么还有英文的？怎么还这是有谢谢吗？谢谢啊。哎呀，寡人也是累了，好久没有听你演奏乐器，能否给寡人演奏一曲呀、啊、侍奉大王。好，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婚庆珠宝鸳鸯金楼独家冠名的综艺盛典。来，今天的下一位嘉宾会是谁？我应该跑过来。哎，大家好。三二一，他叫。谢谢。本来原谅啊，林玉姐，对，本来是很想这样一个光芒四射的走出来，嗯，但是那个帘儿不太好掀。没关系，反正我挺有年代感的，跟这个电视机蛮吻合的。但是有没有想到，刚才我没有任何铺垫，我说大家他说出他的名字，大家可以异口同声的说出李玲玉。哦，谢谢大家。而且您相信吗？其实此时此刻看电视的亿万观众都会说出李玲玉。这三个字，因为我比较有年代吧。刚才突然反应过来、哦，也许对于您的艺术生涯来说，您上电视的时间可能比您平时看电视的时候要多。确确实实是，因为平时没有时间在家里坐着看电视，都是我爸我妈他们经常坐在电视机前看，然后会告诉我哪个电视剧好看，哪个明星唱歌好听。我自己很少真正的坐下来能够看完一部电视剧。到目前为止，一部都没有。我包括我自己演的《西游记》，我都没有看全。您演的那集要看？我演的那集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看。真的假的？最近几年？我真的不骗您，因为在之前我刚刚演完这个戏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拍电视实际上大家很吃，很迷，但是真正我们演电视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我可能不专业哈。我在拍戏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假呀，怎么最后一个镜头可能是第一天就拍了。所以大家现在有感觉了，李玲玉刚才亲口说的，他可能拍一部电视剧，他会先拍最后一个镜头。对。然后就好像是不是我们常说的，经常演这种情感戏，
先上来，没准情节是先离婚，然后第二天再拍俩人刚开始怎么结婚，最后怎么初恋。是，那这对演员的要求很高啊。我当时拍《孝庄秘史》的时候，那个最后那个燕贵妃贵太妃的疯了，儿子死了以后就疯掉了，以后当时就哭得稀里哗啦，演得也很疯，把那个摄影师也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啊、就是演完以后就连我们这样的摄影师都在那擦眼泪，稀里哗啦啊。哇，您今天可以再来一段吗？来不了，今天我很高兴见到大家，我应该很高兴才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您家电视谁做主。嗯，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您怎么作答？我觉得我做主的机会不是很多。嗯哼，因为如果我父母在北京的话，因为他们在上海嘛，那如果在北京的话，做主的一定是他们。嗯，因为这是不是也有一点尊重老人的？肯定的，常常不在老人身边，我觉得能够看着他们看电视笑啊、怒啊，我觉得是一种幸福，我就在旁边感到很安慰、很欣慰。所以电视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陪伴功能啊。陪伴功能，对。好吧。嗯。那如果现在，这么多的电视剧，您自己的记忆里面，如果我们今天假如这个带帘的电视它有神奇的功能，可以在舞台上再现的话，您最想看哪一部？可能就是，我演过的《西游记》，因为首先是在过去，你让我说《西游记》，可能我不会说很多，但是因为我的恩师杨洁导演刚刚去世，心里是会觉得看到电视剧《西游记》以后，对他的是一种回忆。更多的是一种尊重，所以现在你让我选择的话，我一定是选择《西游记》。我建议大家，我们把掌声送给杨洁导演啊，因为为什么呢？这绝对绝对是我们多少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林玉姐今天很有心，你看说到这儿，眼眶都有点湿润了。嗯。我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心想事成。好。好不好？来。交给我了哈。大家随着我一起啊，发射，发射，一、二、三，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望穿富贵，怕什么感谢现场的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谢谢我们登台的每一位嘉宾。我们节目有一个信念，我们相信好的作品源自于好的人品，所以在综艺盛典你可以欣赏好作品，感受好人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一起来。